哎，阿罗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哲平。好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疲惫呢？因为现在是半夜好几点了。为什么哲平会这么累呢？因为我终于抽到了2800颗石头了，终于可以抽我们的十连抽了。我一直用这些装备打到了现在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拿到其他的神武器，但是我看了这一季的扭蛋，它加倍的好像我不知道该说好的还不好，没有超强小辣椒推荐的那些神器，可是我又很想抽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抽，而且我不知道食盐抽跟单抽有没有差别，这倒是一个蛮大的那个不确定因素，所以，我不知道该直接十连抽呢，还是该单抽。等一下，等我思考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我现在有几个好友，然后如果是偶数的话，就抽直接十连抽；如果是奇数的话，就抽。一次一次抽，抽到十连抽。好，先看一下，我的好友现在有21个。我刚刚说奇数是什么？健忘症。我刚刚说奇数是什么？完了，好吧，那就以我装备仓库里面有多少东西算了。奇数是直接十连抽，偶数是分开单抽十连抽。好，我看我的装备，26是偶数是什么？偶数是什么？我怎么说的东西下一秒就忘记啊？好吧，由我的讯息数来算好了。我的消息里面有几封消息，好，我先记起来。偶数是直接十连抽，奇数是分单次十连抽。好，偶数是直接，但奇数是单次。好，看我有几封消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封。所以偶数是什么？偶数是直接十连抽啊。好，来吧，就直接抽了吧。各位小辣椒，帮我集气哦！拜托给我多一点神器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不想再用烂装备打关卡了，就去吧。扭蛋十次，不过通常好像，都不是什么好结果。好，算了，就去吧。爽啊！那什么？哦不！哦，这好像是神装，可是是衣服，我不要啊！哦，我的全新角色，哇，实力超级稀有，这是什么？这好像不是很好的东西，放置型武器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会都是什么宝物吧？我不要那些啊，我要神器啊，给武器啊！啊，我要武器啊！我要武器，武器，武器 ，you know。大家再见，我辛苦是白费。